嘉义这个度假村园区里到处挂着红色的网子，仔细看里头居然满满都是苍蝇。这样的捕蝇器游客还是头一次见到，十分好奇。说下面那一罐是什么啊？它会吸引它进去？一个保特瓶而已啊。保特瓶而已吗？哎。现在就来公开神奇捕蝇器的做法，材料只需要一个装洋葱的红网子和一个保特瓶罐。先把保特瓶罐的头部割开，下半部再挖出几个小洞，再把网子剪个小洞，将保特瓶开口的地方塞入绑好。最重要的是，别忘了要先在保特瓶的底部放入一块生鱼。这个所在就是咱要甲放鱼尾的所在，闻到这个鱼尾的味会走入来。哦，对这个坑才入味哈，啊，才有坑，啊，才飞入味啊嘛。飞入去，苍蝇哈，好像伊是也要往上飞，但是它不会往下钻。看准了苍蝇的习性，保证苍蝇绝对不会从下面的小洞再飞出来。才放个一两天，方圆六公里的苍蝇都来自投罗网。隔壁卖汤阿鸡的业者也因此受惠。正常用这孙子的啊，人客你坐你边啊，啊，好像飞来飞去吼，感觉讲较无遐卫生啊。啊，感觉自从的孙子用迄条吼，即马好像变加作少的。小兵立大功，只要10块钱就能把苍蝇杀光光。现在还在被苍蝇所困的人，不妨也来试试看。民视新闻郑仁文嘉义县报道。